各位贵宾好，谢谢大家前来参加讲座。那我们讲座现在就正式开始。主持人是我们 TKG Plus 的负责人吴月宇。与他人的话呢，是典藏杂志的简秀芝简社长，还有艺术家许家维。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TKG Plus 的总监 Shelly，谢谢大家在周末的这个时段抽空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座谈。那先感谢各位的莅临。那同时我要先介绍，当然大家知道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要谈论这一位来自缅甸的艺术家萨瓦翁雍伟。那在此同时，但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无法亲临到现场，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也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谈论关于他的创作，那也从他的创作去切入到这个东南亚艺术的一个发展的脉络。那首先要先谢谢简秀芝简社长亲临现场会参与我们这个座谈，那大家一定对简社长不陌生哦。简社长是这个典藏艺术家族的大家长。那典藏到从1992年创办至今，其实也将近30年了。那社长一直以来都不遗余力地去推广现当代艺术。那除了社长本身，其实也出了不少个人的著作之外，我们熟悉的他旗下的杂志，包括有典藏的精艺术，甚至是古美术，甚至是小典藏到儿童都可以，透过他们的方式来认识艺术，然后甚至是国际版、英文版的艺术杂志都有。然后当然，社长也拓展了非常多很好的很前卫的这些艺术咖啡馆，甚至是餐厅，现在也那个也有开拓了这个线上的平台，所以我们也期望这个典藏家族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发展下去。那第二位嘉宾呢是许家维，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这位艺术家，那他偶尔也身兼策展人的角色。那大家一定也不陌生，他去年才跟何子燕共同策划了这个国美馆的亚洲艺术双年展，那也得到非常热烈的回响。那嘉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优秀以及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创作者，那他主要的创作也是以这个录像为主，然后他关注是录像艺术本身它的这种行动。然后以及一些所谓镜头外发生的一些事情，或是我们所谓历史，大家知道的历史以外的一些人事物。那为什么邀请到这两位嘉宾？大家大概这样介绍之后，应该都知道他们跟这个艺术创作者以及跟我们当代艺术的这个之间的这个渊源。然后在此同时先感谢他们二位啊。那同时间呢，因为小旺这位艺术家他没有办法亲临现场，所以他为我们预录了一段短片，来跟大家做打个招呼。那就3分钟的一个短片，先请大家。My name is Sawang Wong Yong Wei. I was born in the jungle of Shan State, Burma. I grew up in northern Thailand and lived later in Canada, where I went to art school and studied philosophy. In my 20s, I moved to Europe to pursue my art career. I've shown internationally at APT9 in Australia, Dakar Art Summit, Guangzhou Biennial, and most recently at the Asian Art Biennial in Taiwan. Now I live in Holland with my wife and 2 children. And in Zutphen, where I work on the Yongwei office in exile.
an ongoing project about my people's country and my family history. My latest exhibition was shown at Tina Kang Plus in Taiwan in September 2020. Burmese History X is a series of work about the question, what can come out from a loss? X is a mark of the unknown, the history that is forever lost was never possessed in the first place. Burmese History X, or the lack of roots, represents a unique chance of freedom. By this maneuver, the historical substance becomes spiritual weight, which renders new meaning to the past. Burmese History X is a temporal place where even if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discloses themselves in paintings, the name for things remain unnameable. The reality is always incomplete. So I'd like to end with this small quote from Walter Benjamin from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ich rings very true to what I'm doing. And the quote begins, just as fragments of a vessel, in order to be articulated together, must follow one another in the smallest detail, but need not resemble one another, so instead of making itself similar to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ion must rather lovingly and in detail, in its own language, form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signifying of the original, to make both recognizable as the broken parts of a greater language, just as fragments are broken parts of a vessel. Thank you very much.那从图像可见哦，刚刚那个是小旺他在荷兰的这个工作室的现场。那他本身生性比较害羞，所以他不太好意思面对镜头。可是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他本人。那我可能要在这边先简单的讲述一下他的背景。那刚刚当然他自己有简单的带到，可是为什么他的背景这么重要？其实大家如果看的现场作品的景象的话，一定会好奇说他画的这些人物都是谁。那其实这一些都跟他个人以及他们国家的一个历史是有一个非常深的渊源。他自己是雍维，他的祖父叫做苏瑞泰，其实是在缅甸光复之后的第一位总统。那在1962年的时候，他当时等于缅甸正在经历一个政变，那个时候他的祖父就不幸的被收监，然后之后就死在狱中。那当时他其实都还没有出生哦，他1971年出生，政变的时间是1962年，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跟随他的父亲在这个当年他们是说住在森林里面哦，在丛林里面逃亡了，流亡了十一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旁边的画面，这些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些当时他父亲的一些战友，然后当时还抱持着一丝希望说可以重返他们的国度，但是不幸的是这十一年的抗战并没有成功，所以到最后他们只能逃到了台北。所以他从小其实住在清迈的地方居住了好一段时间。那我一方面是特别提到这一段哦，在这边打个顿号，是其实我认识小旺也是在清迈。那他虽然现在已经旅居在荷兰，可是我们刚好因为去找寻泰国的一位我们非常非常想要合作的艺术创作者的同时，认识了小旺，然后发现他的创作非常非常值得被看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我们也要跟这个创作者合作。那当然回归到他的这个家族史来讲哦，他其实虽然出生在这个皇室贵族，可是他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个皇室的殊荣或是荣耀哦，这反而是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历史负担。那后来辗转他们的家就移居到了加拿大，那他在那边主要在加拿大学习成长，
然后而后就是现在他自己提到的，就是现在定居在荷兰。那这个部分呢，需要一提是他所有的创作的基底基本上都是他的家族历史的照片，不管是他自己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的这些画面、这些片段，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为什么说作为一个基底呢？因为呢，这一切的故事都延伸至这一个历史，不是只有他个人，不是只有他的家族，甚至是所有缅甸善邦的这一些老百姓，因为当时的流亡哦，不是只是他们的家族，他们是带着老百姓们一起逃亡的，所以呢，这一个牵涉的面向呢，其实从社会、从政治、从个人上面来讲，它是完全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从周遭的这些画面，我可以先来看这个投影的画面，因为这个是他去年第一次在我们画廊办个展的其中一件作品，叫做《仰光之家》。那仰光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那这个是他们的府邸，所以这张画面其实在去年来讲，对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再带到现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面，比如说我正后方的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一件黄色基底的作品，那个正在迎宾的这一位是他的祖父，就是刚刚提到的苏瑞泰，他们当时第一位这个总统。那这次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韶旺第一次愿意把那个原始的家族的照片让我们看，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一个对照。那也可以看得出来，艺术家在画面构图上面，他有刻意的一些融入他的一些元素跟想法。那这些可能我们等一下后面在讨论他的创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更深入的去聊聊这个部分。那同时间呢，我们周遭也会看到，例如像这一件作品，在大家的这个右前方哦，这一件作品呢，其实比如说上面三个色块呢是那个善邦的国旗的那个色彩，那旁边呢，你们看到现场呢，在左上方的有一个小圆呢，那个象征月亮，其实是他们原本善邦的旗帜里面的一个符号哦。然后那个时候是在他们光复的时候，他的祖父其实是那个跪坐的那一位，是他的祖父，然后迎接当时的一些外来的一些使者，他们在等于是恭喜他们的这个画面，然后那时有了一个这样的大合照。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正后方的这一件作品哦，这个是当时他还没有出生，那正中间是他的祖母，他的祖母呢，其实也扮演着一个国母的角色哦，他当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祖母，就是说他的外文能力非常好，所以他帮缅甸其实做了非常多的邦交，然后也帮这个家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在最右边的就是当年他的那个父亲小的时候，而在祖母旁边的那一位是他的父亲年幼的时候。然后呢，这一件作品呢，可能待会大家有机会去绕展场的时候才会看到的。那当然，这个中间的那个角色是他的父亲，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已经看得出来，他已经在做一些军事上面的部署了，就是那时候已经出现家里的一些情况，然后国家的问题已经产生了，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去做一些部署的动作。那他父亲正在慰劳，正在跟这一些战友们正在做一些沟通。那这个部分呢，我先大略先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就是徐家伟艺术家来为我们从他的视角来去看东南亚的这个当代艺术的发展的一个脉络，谢谢。哎，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下午来听这个座谈，然后很荣幸受到你们的邀请，这样嘿，那我很开心，就今天可以来做这个分享哦。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沙旺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啊，就是他过去在国际上的一些演讲呢，他的演讲其实是很吸引人，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太多故事哦。那其实今天来分享有点战战兢兢，因为我能。
谈的都是皮毛，就是相比于他自己本身所了解的，他本身就像是一个缅甸的近代史，所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其实可以挖掘出很多的内容。那我想从就是侧面的我跟沙旺的认识，还有这几年在亚洲的当代艺术的发展哦，沙旺在里面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我想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这样子哦。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找的这张照片哦，这个是在2018年的光州双年展哦。那这一年的双年展呢，他们主办单位找了11位策展人哦，那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然后也是最多亚洲艺术家参展的一次这个双年展哦。那这次的展览呢，叫做这个想象的边界哦。那这个策展的概念呢，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就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是在谈说比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其实互相或许不认识，可是我们都认同共同一个国族哦，或者这些国家或是等等这种认同。那这认同有时候其实是想象出来的嘛，其实它不见得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存在的。那想象的共同体是谈这个概念。那这一届的双年展呢，它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呢，它进一步的衍生，它去谈想象的边界。就是这边界可能不是实际上我们真的看到有一堵墙的这种边界，它会不会有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边界，或是当我们在想认同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在划界，就是或是国族啊、家庭啊等等的这些概念，它是不是也在划界这样子。那我想举这个光州双年展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次的光州双年展呢，其中有一个策展人是 Kritia， 是一个泰国策展人。然后这个策展人就他在他的展场规划里面，他就邀了沙旺参展，然后那一届他也找我参展，然后另外找了何子燕参展。何子燕就是跟我一起策去年的亚洲双年展的艺术家，然后我们三个人作品就刚好都排在旁边，就我们三个人在当时的展览里面是被放在一起看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说这沙旺的作品它跟这些认同的概念、想象的边界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这个议题其实也是这几年谈东南亚一个蛮重要的问题。那因为整个东南亚呢，其实它很复杂，就是它里面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而且信仰差异也很大。比如说有这个伊斯兰的，或是有佛教的，或是不同的信仰，其实差别也很大。那背后的历史文化组成都不同。但是，这近几年，特别是像这个光州双年展，它特别关注这个有关这个边界的这个议题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当然是跟南北韩的这个很有关嘛，但其实它也是整个亚洲一个蛮普遍性的一个复杂难解的问题。就是说，在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之间呢，其实不断的在各种的心理状态或是社会不断的被做出各种划分、哦、比如说原本可能所属已经是不同民族了，但是在经历殖民时代的时候，比如说越南是法国殖民，马来西亚是英国殖民的，缅甸是英国殖民的，印尼是荷兰殖民的，所以经过不同的这个殖民政权的这个治理，他又再进一步的做出了不同的划分。然后在二战之后呢，就是在二战之后，整个东南亚其实是快速的各种民族国家的成立，可是他还没有太多时间的去重整跟消化，马上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冷战时期的框架。这个大家可以蛮从我们自己台湾的状况来想就很清楚，比如说在日本殖民时代刚结束，其实都还没有对殖民过后的各种的伤痕啊等等的重整，马上就又因为冷战的关系壁垒分明，比如说又跟中国产生这种对立的关系。那这样的例子你其实在韩国你也可以看到像是这样的状况，那在缅甸的问题其实是更严重的。那所以在这次的这个光州双年展呢，这 Kritia 他所策的这个子展题呢，他叫做这个面对
幻象般的边界，或是说也可以翻鬼魅啊，鬼魅般的边界，就是它好像实体上你没有真的摸到，可是它又一直存在在那里的状况，这种边界。那我也许可以往下看一下沙王的，这是当初在光州双年展展出的现场的照片，我们看下一张。那我觉得可以从沙王这次有展出的两张作品，也许可以大家可以稍微多了解一下这个沙王他创作背后的比较跟那个历史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这张作品画的是这个兵戎会议，你们知道兵戎会议吗？就是像这个以前翁山将军，他很重要，就是因为他同时他当时主持的这个会议，这应该是在1955几年，我忘记正确的时间点，但是这一场会议他很重要，但是他也变成是一个没有被实现的一个理想。就是在这场会议里面呢，这个就是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缅甸的背景，就基本上缅甸呢，它 中央的地带主要是缅族所治理的，然后它的边缘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所以像沙旺的家乡善邦也是其中一个善族的少数民族，那还有克钦族啊、克伦族等等不同的少数民族，那这就围绕着这个中央的这个缅族。那在英国殖民缅甸的时期呢，其实它是结合周边少数民族的力量来打压中间的这个缅族的这个过去传统的皇室，所以这个缅族在过去英国殖民期间其实是一直被压力的，一直被压抑，然后他的权力是不断的被削弱的。所以在这个二战期间呢，缅族就是这个中央的这缅族呢，他们其实是结合日本的力量，在二战期间他们是亲日本的，透过引进日本的力量呢来对抗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想象的这些边界不断的在分化这些不同的人们。那在二战之后呢，就当然日本战败了嘛，所以英国重新在管理这个缅甸嘛，所以缅甸就开始在二战后其实都有这民族自觉，就是东南亚各个国家都是这样，在殖民时代过开始寻求这个民族独立。那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这个兵戎会议。这兵戎会议呢，当时他就是提出说，希望缅甸是由一个多数，就是说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在缅甸存在的一个国度，就是它并不是由单一民族所统治的一个国度，而是各种不同的民族可以和平共存的一个理想的一个。这种联邦体制。那在这个兵戎会议里面，它其实很重要的是这样，所以后来到就近几年翁山书记上来以后，他也想要就是好像有点重回当时的这种理想，所以他也提出了就是2016又再提出一次第二次兵戎会议，那背后的概念其实是想要解决这个各民族之间的纷争。那所以 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那也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之后呢，这个缅甸就独立了，然后沙旺的祖父就担任了第一任的总统，就由这个善族的领袖，他们叫土司，来担任这个第一任的总统。所以这个是就是如以当时理想的状况下，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张。那另外这一张画呢，沙旺画的是他的父亲在1963年的时候做的一场演讲。那我举这张画呢，是因为这整个就在缅甸的局势有整个很剧烈的转变。就在兵戎会议结束之后，他们原本觉得各个民族之间好像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和平共存的国家了，
但是在1642年的时候，因为军事的政变，因为其实当初他们兵农会还是有少数几个民族他没有同意，没有进来，所以他也是不断的在打游击战，不断的在对抗中央的这个缅族的这个势力，所以后来就有缅族的这个奈温将军呢，他做了军事政变。这状况有点像最近泰国的这个前几年的这军事政变一样，为了要这个好像说要维持社会平稳啊等等的。那当时呢，这个很多的这些有志的青年啊，各个大学就开始做了很多的这些抗争运动。那其中有两年，就是1962到1964那两年，是军政府下令把缅甸所有大学全部关闭。那当时沙旺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见领袖。所以这张画跟刚槟榔会议其实有一点刚好是两个，一个是好像准备要描绘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缅甸联邦这样的一个蓝图，然后这张画呢是整个情势突然转变了，然后突然他的家族开始受到了很多的问题。那后来他的父亲就进到森林里面成立了这个游击队嘛，然后后来又因为一些当地，因为他父亲他们是那个善邦，那你们知道善邦在开始70年代到80年代啊，他变成是那个毒枭坤沙他所主要他的据点，所以他们家族又开始跟当地的毒枭产生了很严重的冲突，所以他们最后整个家族就是流亡了这样子。那很皮毛的这样快速讲一下，那我想赶快谈一下 这中间一些在这个亚洲的这个当代艺术里面讨论的一些语境在哪里。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张。那我刚提到说这个展呢有这个何子燕，然后还有我也有参展嘛，那我也想举一下何子燕的作品来，大家可以来跟沙旺的作品来做一些这个联想。何子燕在上次光州双年展展的这件作品叫做无名，那这件作品其实是处理这个在殖民时代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三面间谍，就是它是法国英国日本的三面间谍，然后它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最后还当上了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总书记，然后因为它做到总书记这个位置，所以它最后把所有马共的所有的资料全部提供给这个美军，然后让这个整个马来西亚的共产党整个就被歼灭，就是因为这个莱特，他是莱特这个三面间谍。那在这展览里面呢，何子燕就用了这个突然梁朝伟的各式各样的影像，然后来呈现这个作品，然后背后其实在谈莱特这个三面间谍。那我刚刚要讲这个间谍这个概念啊，其实跟想象的边界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间谍其实就是游走于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做交换的人嘛。那也有人会觉得这个人是叛徒，叛徒这个概念其实也跟边界有关，因为他不容于你的既有意识形态，所以他变成叛徒。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沙旺的这个家族史或是缅甸的历史，我们其实如果去仔细看，其实另一个角度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断被分裂不断被划分的各种意识形态，然后谁突然变成叛徒了，然后谁流亡了等等的，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这些不断创造的想象的边界 去引发了这一连串的历史的悲剧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就跳过好，我们讲快一点。然后我想讲的是刚好我那一次在光州双年展的作品，就策展很故意把我跟沙旺的作品放在一起，因为我的作品里面呢就处理了有关坤沙，然后坤沙其实就跟沙旺绘画里面画的很有关联，还有当时沙旺他的父亲流亡到森林里面的时候，缅甸政府他们去攻击这支游击队，他们打的名号是说他要驱逐在善邦的国民党，那因为这个国民党就是孤军，你们听过那孤军的故事吗？
就是这个国共分裂，有一支部队从云南撤退到缅甸，他们就在善邦，然后后来又从善邦撤退到台北。那沙旺的父亲到台北的时间，其实就跟国民党到台北的时间是差不多，就那个阶段的这样子。那我当时创作的电影就刚好在这个缅甸、寮国跟泰国边界有一个回墨村，然后我们往下看下一张，下一张。然后在这个回墨村呢，其实它一样又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历史的这种不断被分界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看这个国民党啊，他们从这个云南撤退到缅甸，再撤退到这个台北，可是为什么这支孤军还可以一直在那个地方？那背后为什么还持续有这些军火能够补给？为什么能够在那生存？其实它是跟冷战的结构有关的。就是这支部队呢，后来就帮这个泰国对抗缅甸的共产党，所以这有点很多巧合。就是我的作品里面所描述的这支部队呢，其实有点跟这个沙旺的父亲是同一阵线，他们的敌人都是这个缅甸的共产党这种状况。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那再往下一张。那我想再快速再讲一下这个。后来我跟何子燕啊，我们就因为我们在光州双年展，我们一起展出，然后我们也就变得比较熟了。然后我们后来在亚洲双年展呢，就一起再继续讨论这个议题，然后又邀了沙旺来展出这个亚洲双年展。那我想谈一下这个沙旺在亚洲双年展，他的创作被放在我们这个概念里面的哪一个区块，然后还有他在亚洲双年展的作品是什么？我们看这张图哈，就是这几年其实在东南亚有一个显学啦，就这个显学叫做中米亚，那就中文翻作赞米亚。那这个其实是2009年的一个人类学家这个 James Gold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赞米亚。那这个概念呢，他当时这个概念指的是呢，就是你现在看到图上的这个范围，他指的是东南亚这个范围的300米以上的高地范围，那这个范围呢，就包括了比如说缅甸，或者是台北，然后一直到云南，还有印度北边，这一块高地范围，那这个概念当初他一提出来的时候呢，他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攻击，就是在人类学界受到了很多的攻击，那同时他也是带来很深远的影响。不是，他就是赞米亚，就是他自己创的一个词。对，然后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过去人类学的研究啊，都是以文明为单位，比如说这个是研究印度文明，这个是研究暹罗文明。可是如果你看这个图啊，它其实是打破国家的，它其实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所以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其实也跟他在实际在这个地方做人类学的研究的时候，他发现原来的研究框架其实已经无法去讨论这个范围的状况了，因为这个范围聚集了太多不一样的少数民族，然后他完全没有办法用周边的什么中国文明啊，还是暹罗文明等等印度文明来诠释，它是一个很例外的状况。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它指的是这个整个历史，它爬梳了2000多年来，这个区域其实聚集了大量的来自周边国家的这个难民、移民，或是反抗于周边平地国家、不服于这些既有意识形态的人，然后他们可能进入这个山区里面。所以如果看沙旺的这个善邦，其实它就是在地图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块，也是在这个赞米亚的这个地区。那这个地区之所以会形成呢，是因为周边啊，过去周边这些不同的文明啊，他们都是比如说都是这些农业国家，那这些农业国家以前他们治理的方式都是跟农地有关，比如说
你这有农地，你就要赋税啊，然后征兵啊什么的，很多都跟这有关。可是因为这个区它是没有办法发展定耕农业，所以它就有很多这种，比如说种甘薯、玉米这一类移耕农业。然后在过去就一直是周边的这个力量很难以介入，很难以去治理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在历史上就有点像是那个《水浒传》啊。水浒传里面不服于贪官污吏，然后最后上梁山，就有点像是梁山的那个状态哦。所以缅甸的那个区域，它为什么这些少数民族各自其实是它很难像旁边的这些变成一个统一的好像强大的政权，它其实是不同的民族之间一直是有点，也可以说有点无政府状态，或是他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治理，混乱的状态。那整个这个赞米亚谈的这个概念，就是在指这个我们如果一直用既有的国家的框架，比如说我们其实还是会比较容易谈说沙旺的作品用缅甸的历史这样来谈，可是沙旺可能不觉得他自己是缅甸哦，他可能更认同的是善族或是善邦哦，因为目前的缅甸好像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缅甸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充满了各种这种不同的这些认同，然后不断的打破意识形态框架，那这些冲突也是这样子去产生的哦。那我们往下看一下，看那个沙旺的作品哈，再往下。那沙旺上次在亚洲艺术双年展展出的作品呢，就很有趣的，就是他除了处理自己家族历史以外呢，他又更针对了有关这个当地毒品的问题。就是我想先讲我刚刚原本回墨村那个，就是我在回墨村做的那个作品呢，其实也在处理这个毒品的问题哦。就是我在当地有一个孤儿院，然后发现有很多六十几位孤儿，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孤儿，其实都跟毒品的这些纷争有关，可能父母亲走失啊，贩毒啊，所以坐牢或遇害了这样。所以当地其实这个毒品问题是很严重的。那这个就是在沙旺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是怎么说，我刚刚不是说沙旺他的那个善邦，他原本的他们的家乡善邦是被坤沙所管的一个地方嘛，就曾经在80年代全世界有 80% 的海洛因都是来自于这个地区，然后他的家族会流亡也是因为整个善邦已经全部都是这个坤沙所统治，所以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往往很错综复杂，就是我们这样想，我们觉得坤沙啊好像毒枭什么，可是如果你们去当地，你会发现他们超很多当地人很尊敬坤沙哦，还帮坤沙盖博物馆，因为他们觉得就坤沙有一个名言说，以前这个英国卖鸦片给中国，所以他现在要反过来卖毒品给这些欧美国家，所以他生产大量毒品，然后他是严格规定他的子弟兵是不能吸毒喝酒的。然后同时也是因为这个毒品的问题呢，让这个就是他们制毒的关系，所以让他们的这个善族的势力能够延续下来，所以它是很矛盾，就是你很难说很难非黑即白的这样去判断这件事情。然后这背后其实又有这个美军的势力在里面，比如说越战战败以后，为什么坤沙力量会突然整个崛起，是因为美军把大批的军火全部移交给这个坤沙，因为坤沙是他在当地扶植的一个对抗共产党的势力。那呢，当时的对抗的这共产党的势力呢，就是这个政变的这个属于缅族为主的这个政权。所以这错综复杂，你会看到冷战跟沙旺的家族的历史跟国民党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沙旺家族也因为这个坤沙崛起，所以他们被迫流亡了嘛。那沙旺在这次展览，在亚洲艺术双年展里面，他就从这个毒品的角度切入，然后画了一系列的绘画。那现在看到的这张图是他，也是他蛮特别的一个系列的作品，是有点像地图式的在画，他不是单独的影像，而是有点像
不同的关键词的连结，那他其实背后整理了很多这些毒品如何流通啊，如何交易啊，这些过程啊。额外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我刚刚说的那个赞米亚这个概念，就是它造成这个区域很错综复杂状态，但是在人文学界也开始去重视到理解这个属于这种无政府状态的这种角度哈，来看这些事情，然后在撒旺的这作品里面，他还关注到另外一个，就是赞米亚 2.0，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过去赞米亚这个区域的2000年的历史，可是现在又有一个赞米亚 2.0， 就是说现在的赞米亚这个区域更复杂，问题是跟整个全球经济还有新自由主义结合的更深了，就是这种无政府状态呢开始跟新自由主义结合。我举例，比如说这个地方以前都是种鸦片，然后鸦片提炼以后就变成海洛因嘛，可是现在你再去都没有人种鸦片了，都没有海洛因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贩毒了，而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改做安非他命，就是以前做海洛因还是很辛苦，你要像农夫要去种田哦，因为你要种罂粟花，可是现在安非他命是化学合成，就是你在厨房在客厅材料买来就能做了，所以然后安非他命现在是全球流通，那其中台湾又是这前去年的报告说最大消费国是台湾，然后中间所有的中间人很多都是台湾人，那这是其中一点。另外一点是赞米亚这个地区目前也是最多这个比特币矿场的地方，这很抽象，就是数位的货币啦，比特币。那因为这个地方电价便宜，所以它很多的这比特币矿场其实是需要大量耗电，所以这里也变成是数位经济的一个重镇。那这些概念其实都跟新自由主义背后的经济模式有关，然后它也是一种外于，比如说我们讲比特币货币，就是它就不属于哪一国央行能管得了的货币，它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货币。所以赞米亚进入 2.0 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少数民族啊，这些外于既有意识形态框架这种状态，开始更复杂的跟新自由主义结合。这有点讲得太复杂，但是总之撒旺的作品其实他不只是关注到他过去的家族历史，他其实也注意到了这几年他的这个家乡缅甸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新的发展，比如说当地还开始有很多洗钱的赌场，或者是稀有矿，那个稀土矿场，就是我们制作很多手机啊、荧幕啊这些稀土矿场，然后这些也开始变成撒旺他关注的这样子。对，那我很快速先大概讲一下这些啦，那也许我们待会可以再进一步再分享。那我是觉得我刚刚谈的这个赞米亚还有在亚洲整个不同的这种想象的边界的这问题，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撒旺在这几年他其实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他本身他的创作就是一个很直接反映的这个亚洲很复杂的这些历史状态，然后也开始变成很多人研究的对象，这样。那我先分享到这里，谢谢。谢谢嘉维这么详尽的分析，然后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请社长，简社长再为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点。谢谢，好，谢谢。各位朋友，很难得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下午啊，今天活动又非常多，然后还有那么多人来听，因为这个题目是很严肃的一个题目啊。但是因为我们台北艺博会刚过，我特别有感觉，其实这场活动是我毛遂自荐，自己很用力的去争取来的，也谢谢这个根姐，也谢谢我们的小老板娘，因为我觉得艺术当中不是只有不是所谓的公仔了，所以漂亮的了，所以就看人家就觉得那种很喜悦的了，
但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台湾也会能够流行一点比较深层的、比较探索性的、比较观念性的，或者是说我们需要多读一点书 的一种展览呢？那很高兴，我想这个耿华朗这个 TKG 他从去年开始就做了这个沙旺这个展览了。那去年我就很有兴趣，那今年又有这个机会来讲，我把它当了 case study 来念它。那也很高兴，就说这个经过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心得、哦。那刚刚那个字，你叫做那个你刚刚讲那个字，哎，郑米雅啊，我不想孟建老师，你可以查一下 ，G O M B I E 这个字应该是僵尸。我在看到的另外一个讯息就是叫做行尸走肉，就是在有点反风这种军政府很多的当中哦，就是这个部分来讲是其实是在比较多的这种方式。那这个问题我跟那个卢迪在谈的时候好像有关联哈。那我想是这样，可能大家刚刚看那个艺术家的那个影片哈、哦，没有很用力的看那个视讯效果没有很好。我试着解读一下，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看得懂这些墙上的这些作品啊、哦。它就代表你说我们如果看到这样收到这样一张的邀请卡，你可能会觉得说跨博，你知道吗？哈，就觉得好像这 X 代表什么哈、哦。那刚刚好，我觉得艺术家的讲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帮我解惑了啊、哦。他说。X 代表未知，这种无根的感觉、哦、永远失去曾经未拥有的历史，未拥有的历史、哦、从未拥有的失去之中获得什么，然后代表了着实难得的重新追求自由的机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历史变成精神上的支柱，也为过去赋予它新的意义。所以像这个 Menace X 这样对他来讲是一个寄托，一个短暂的寄托，可能他包括他释放他 的压力，然后就说他说就算在过去现在未来透过这个画作能够被真实的揭露，但是这事实上这些物件仍然是一个未明确的定义。那特别他用一个 Walter Benjamin 的译者的天子来作为一个隐喻、哦、他说现实永远不完整，他就提到说就像是我们一个瓶子打破了，我们要去维修这个碎片的时候，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要把那个碎片做得很像，然后慢慢一个一个接在一起。他来告诉我们的方式说不对的，你要把那个瓶子的灵魂找到，你找到那个灵魂的以后，你用现在修复师的现代当代的方法把它弄得很到位很仔细去做它，因为瓶子打破是一个事实，它的不完整性是个事实，然后你用当代再去接回去也是个事实。他希望在这个不完整性当中去呈现当代对一个旧，就是一个旧酒用新瓶装的一个结果。我想说这样的方式来讲，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切入到这些画，因为去年我接触他画的时候，我感觉说哇，这个技巧好差，画得好丑，哇，这个好严肃，这个画谁要？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哦、但是我觉得慢慢了解他以后，我觉得缅甸对于台湾人来讲，我觉得这太熟悉了。我直接想，我一直跟耿姐在谈说，我说这个叫做扫望是吧？我想到的是，江友梅，对不对？他也是三代的时候情况。你想想看，我觉得这个人，我们把他历史再回顾一下。他说他刚刚讲说，他是在森里面出生，就是在缅甸的靠近泰国的边界当中，哦，就是那边出生。那是1971年，等于说他爷爷已经被杀了9年，哦，在那边出生，然后他在泰国的边界，就一跨过来就是泰国的边界，活到13岁。那13岁当中，然后再被政治匹夫到加拿大去生活去念书，然后最后就是到意大利做了8年的街头画家，然后也有透过一些艺术的一些呈现，或者是说驻村艺术家什么，然后最后他现在是娶了一个荷兰的太太，生了2个孩子。那现在看你问他是不是缅甸人，我说是也不是，除了第一年的血缘那张脸是一个东南亚缅甸人的脸。然后一岁对一个孩子是没有记忆的，对不对？当然是个缅甸人，但是你看他从在泰国生活都比在缅甸长，他重新回到缅甸是在2016年，他45岁那一年，已经隔离了44年，在旧都重新回去。所以这个是回到我们在想的 identity 的问题，就是认同的问题。我们最近不是在北美馆吗？那个这边电影那个被骂翻了，对不对？那这个认同的问题，就自身的认同或是种族认同，永远是吸引人。那尤其台湾，我们很幸运，我们不只说疫情管理得好，
我们也走过那段很血泪当中，为了争民主跟自由、争群主的融合这些当中，我们台湾也还是要有客家人、闽南人、有外省人，有这些人都有，对不对？但是我们走过来了，我们的民主被建构起来，我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政党轮替当中。那我们回头再看他们这样缅甸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感同身受。所以这个来讲，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在这个 TKG 展，这个展是一个非常好知识性，可以让台湾深度去了解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方式。我们就喊了很多叫南向政策，我们的文化部丢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对但除了经常摆出一些啊，我们现在经贸统计是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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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了多少以外，我们看不到文化的关怀。那勉强可能说像嘉伟展了一个这个在国美馆的一个双年展，或者是说上一次李玉玲的在高美馆的一个展，但是这个都是别人口中在陈述的一种方式或者一个片段。那我们现在我们很想看看这样的一个叫做黄孙的一个人来看他的身世，看了什么？我觉得台湾这一块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好好的去了解他。那我试着去把它归纳，就是说为什么它很重要。好，那我想也是因为做一个媒体来讲，我们就是也看了很多展览，也看了接触了很多画廊在做。那坦白说，对耿画廊也好，或者是 TKG 这样来讲，他们对一些这种议题的选择，我们真的要给他们拍拍手，因为像这个东西都不是很讨好的东西，一样的那么大的空间，他们也可以卖一些现在很多越来越 icky 的，对不对？很多好卖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他愿意留下一个空间给大家做知性，对不对？那要还要在露营按照什么来讲，这都花钱的东西，但是他愿意做。我觉得说台北其实需要有类似这样的，我们现在的我把文化部的参事都在这里哈，我们的这是希望就让他们知道台湾是其实在我走一个很深刻的路哦，那其实这来讲是我们值得骄傲的。那我说他是为什么重要哈？第一个我归纳一下，就是说他是一个大时代反思跟见证者；第二个，他是一个离散迁移怀旧乡愁的一种代言人；第三个是他的身份族群的认同的一个思辨课。然后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海洛因的问题、鸦片的问题，他也是个经济毒瘤的拆穿者哦。然后再来就是说他面貌很清新，他的机器很低，如果要投资的话，尤其特别是在耿画廊当中，因为耿画廊是曾经制造很多伟大的投资报酬率的地方，他的造物机、他的长椅、他的东西，这是他们历史很光辉的记录。因为在别的地方这种可能引不起那么大的关注，那他栽培的这种东南亚的新的角色、新的艺术家，我觉得他有特别的意涵。那我再回到一个说大时代的这种反思或见证者，我们在常常想说，艺术家其实就是一个媒体的角色，跟记者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们现在媒体很沦落了，我们现在就来讲，就有时候说你在当记者，好像很让人家不喜欢那个行业哈。那事实上，艺术家就要见证者。我们最有名的就比如像我们看到那个毕卡索的《格尔尼卡》，对不对？当时他就看到的是说，哎，这个西班牙当中被用地毯式的被轰炸，被这种石头，然后他义愤填膺，然后把自己关起来，就开始创作那一幅索尔尼卡的一个大画，1937年，对不对？那张画，你看，除了他是在这个巴黎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艺博会上，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阿费尔的这当中一个很大规模的展示，那他也把那个我想是这个立体派的东西，透过这个绘画当中也涵盖出去。所以这个好的艺术家，他不只在说时代的故事，他也在承载他的对一些艺术创作的一种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来讲是让人家觉得很棒的哦。那这样的例子来讲，我相信这个例子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比如说当代艺术，像介人啦，他陈介人啦，他也做了一个这个林芝考啦，很多什么，包括加工厂啦，包括这些都是他这样。我们的包括这些有不止这样，比如我们的严广明啦，有很多这些来讲都是在做一些对一个这种社会的后面百态的这样一种形式。那艾薇更是明显，他很多天安门的东西了，或甚至包括这次武汉肺炎，他都要隔阳拍成纪录片来反映这些部分。所以我觉得说，一个艺术家在反映这个思潮上，那我想就是说，张永正来讲，他做到了。虽然他这来讲是用一种好像他2004年他爸爸过世，他从他爸爸的家族照片当中，或者他爸爸很喜欢的文青的个性，很喜欢写的那些小纸片当中，然后慢慢去整理出来。那我想艺术创作不外乎我们像说儒释道的概念，就是说一个他你从自身出发，我对我自己的感悟、我的痛苦、我的心酸、我的这些来讲，那我觉得这个就好像这个
这个释迦就是说修身养性，那儒家就是我怎么去关怀社会兼善天下，对不对、哦、那道家更是整个环境，那你看他从家族个人的遭遇，就是一个他从没有得到没有看过，但是在这个的父子辈亲人口中的就是说哎他是个皇孙的这样的角色，其实又很接近也很遥远、哦、这样自身的东西去出发，然后他关心这个社会，他缅甸到现在他的矿产那么丰富，它的包括木就是那个树木的部分，包括它的稻米，就以前是一个米乡，对不对？现在变成是一个亚洲穷苦的国家之一。那这个很反风的地方，就变成甚至一个贩毒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穷，所以人穷了以后就说，哎，对，就去当妓女，当什么都好像变得被接受了，被原谅掉。那这个是一个会让这个国家是更，我想是变本加厉。那这样的一个从这个土地出来的一个孩子，你在隔阳看这块土地来讲，对他又亲，好像又很亲密，又很陌生。但是这个当中来讲，我觉得他的感触是特别深。那我想是那种恨铁不成钢。那我们看看，就是说，比如翁山书记，对他其实翁山书记两岁的时候，他爸爸就被暗杀，但他跟着妈妈是外交官的情况，他到英国念书，那再回去也经过了很多的坎坷。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变成翁山书记，也不就是说你想救这就。这个国家就像我们看娘家的概念一样，对这个娘家一直在那么很沉沦，一直在拔不起来的时候，你其实你是很痛苦的，你是想去拉他一把，但是又拉不起来，又看着他的再来讲，那一直在这种斗来斗去，在军人干政，你知道他们的善邦的那个军人的干政是长达49年，到2011年的时候，那个经济制裁以后，他们才放手，对不对哈？那你想想看，这些军人当中他们的做法，我们是巴不得把门户打开，我们是希望外面的连结在情况，他们是很怕外国人来，是用一种就是说阻隔的，是一种就拒绝外国人跟外面出去来讲。那这个你就只有让自己是跟外面的关系是越来越窄，然后知识越来越小，越的情况之下，那老百姓越来越笨，对不对？那你这样你谈什么怎么翻身？那我相信人在外面他过了一个正常的自由生活，在回望这个那个家乡的时候，我想那个痛苦是比任何人都高。那我觉得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这个在他的作品当中，他其实看的作品不是看他画什么的情况，就是说不必看一下这个碎片当中像不像原来的碎片，而是说你去看他的时代，他想要你去转达些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来讲是特别有意义。那第二个，啊，谈的时候他的乡愁，对不对哈？这个乡愁，我想大家对台湾人来讲，这个乡愁也太熟悉了。我们在余光中人在说，哎，你在那头，我在这头，你在分立，我在分外，这个东西我们都得哦。那我们看的是王攀援的作品哦，哇，那这个都是我们看的，包括是什么习德进，包括这个来讲，或是常宇，这个都是千里乡愁。这种情绪上来讲，我想台湾人是非常容易的感同身受，就是这个东西从一个这个情感上的一个出发，我觉得说一个艺术品的隽永的美丽，就我们看常宇一样，因为他是画了一个大腿，因为画了一束花，因为什么一个瓶子，他那个乡愁之下所承载上的每一个的字句话当中的那个运笔当中的情感就在里面。那这个来讲，我觉得对我们在看这个作品当来讲，因为在后面那张画，他其实在画他好像叔叔被杀的那个叔叔，这个叔叔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只是听到好像外面有些声音。那好奇打开门来，结果就被杀死了、哦、所以这个来讲，对他来讲是这样的刻骨铭心，对不对、哦、这种感觉上，就是说你们在看这些画当中，就是不必完全当然说你在乎出来这个技巧好不好，其实他有些技巧处理得很好，但有些他是刻意把它变得很拙朴，刻意把它变成说他好像是一个好像对这个不是很熟练、不是很滚溜的人，他希望去呈现那个事情的斑驳跟那个血泪、哦、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人家会觉得是很可贵的地方、哦，然后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不对？我们就是 identity 这个问题啊、哦，这个问题永远是在思考。我就举一个例来讲，我们有个企业家哦，就我们那个严大的马先生，那时候他很早在讲，他说他每次到大陆去，人家说啊，你这是台胞、台湾客、台湾狗，对不对？然后在台湾回来的时候，啊，这瓦辛迪亚、瓦辛猪，或者是什么情况？就是对他来讲，就是当年跟着政府到台湾来的这样的东西，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是说。我在这里，我想融入台湾的当中，你把我当外省人。但我回到大陆去的时候，哦，你们说台上来投资来什么，好像表面上对我很礼遇，但心理上是一种来讲，哎，你在台湾来的，对。其实那个东西来讲，那这个就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台湾这个感情也是很深刻，对。我们从走过的当中，从比如说殖民开始，哦，我们从荷兰殖民，然后到日本殖民，然后这个来讲，我们又有国共过来，对不对？然后后来又慢慢又有一个民主运动当中，又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是所谓的政党轮替的情况。那到底现在的情况是，我到底是谁？
哦，对，我想对于这个永维这个艺术家来讲，他会常常问你说，我是我吗？哦，我是缅甸人吗？我是国际人吗？我到底是谁？那我想他的缅甸话还会不会讲？可能他有一天还不错，但是我想起他那个荷兰太太生的两个儿子，可能对缅甸话都越来越模糊了。那到底这个认同的，我们当然国际化变成一个国际婚姻、国际人、国际的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在心理当中，其实你随时那夜阑人静的时候，你会问你我到底是谁？我觉得这个问题来讲，在他的画作当中，你看见很多东西其实特别特别的深刻哦。那我要讲的是那个经济的独立的问题。我觉得穷，我们都很有经验，台湾也是从这个很穷走过来的。哦，我们在以前看着我们爸爸妈妈的时候，都是靠着这个在拼命工作、拼命存钱、拼命的情况。但是穷有唯有靠着知识翻身。但是在这个我们看到缅甸的方式，他最后告诉你就去种。我昨天特别去找了，有个资料，他去种什么鸦片做这个东西。其中你刚才讲的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毒枭，昆沙。昆沙，我读到了历史，他还当过总统，你知道，他自诩那个居的当中，他自己宣布是一个总统。然后这个人就是鼓励说：“哎，我们这个族群当中，我们就是要赚钱。我们赚钱怎么办？我们就是要种海洛因。那这个种的鸦片，那种了鸦片，我们就有钱，这个翻转。那鸦片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个就是说，在国际上的观瞻也好，美国曾经花了$200万要逮捕他。哦，就是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形象，对不对？”你现在告诉人家说，哎，我们在娘家要翻身，但翻身是用个毒药在翻身的时候，你对那个子民的情况，你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我相信这样的感觉，你明明就是远距离的看着你的娘家在继续在喝毒的时候，我觉得在境外的一个人来讲，那个心里的那个痛苦，我觉得我非常同情艺术家这样的一个感觉，尤其因为他爸爸也是个社会观察家，对他常年他又读哲学的，所以这种的感受是特别深刻。我觉得这个不能讲了，我也让我们就觉得，就是说他从这个角度切进去去关怀社会。那今天的缅甸啊，这个陈炫成办过一次考察团，我今天出门还问我老公说，哎，这个缅甸怎么样？他说，哎呀，还没机会，还完全就是那个里面的复杂，就是那个军人或者那复杂的势力当中，那些人根本不希望让这个社会进步，因为一进步了以后，你这个利益就可能会被拿掉、被剥削、被什么情况？那你明明知道，就是说这个路在哪里。那尤其缅甸是一个宗教国家，其实人非常淳朴。那对于这样淳朴的人，你为他毒药，为他这个来讲，你明明他可以变得更好的时候，你故意不给他这种机会来讲，我相信没有一个文化人会心里不难过的。哦，就是今天来讲，就是这个艺术家，我觉得承载了就很多对那种恨铁不成钢，对明明知道路在那里，不是要种这个毒品的经济作物，我们应该走哪一项来讲，我们应该团结，我们应该把门打开，我们应该什么，这个道理他都懂，但是这个来讲，他就说就故意跟着背道而驰，对不对？那台湾何其幸运，我们虽然经过了很多当中，我们还是有了70年代有很多李国鼎那一代人什么都知道我们怎么去跟国际接轨，怎么去把这些抓回来。那这个来讲，我觉得我们走过来了，但是我们回头看看缅甸，我觉得真的是要寄予一份同情啊、哦。那我想还有我是不是我先讲这部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哈。谢谢社长的分析哦，也是非常的这个独到，然后有很多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去思考过的一些视角。那其实呢，当代艺术创作者呢，往往都是他们去找寻问题，然后呢，让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不是说像今天好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疫情，其实台湾人非常的幸运，我们还可以出来参与这些讲座，可以参与很多的开幕式活动。那事实上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纷乱的，其实我们没有一刻是真正得到安宁安静的。那其实艺术创作者透过他们的语言来让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认为是历史，但事实上并不是从古到今其实都一直没有被解决，没有被正视的。那甚至像刚刚再补足一下，就是刚刚其实二位有提到的、哦、不管是鸦片或是海洛因这样的词汇，其实少旺也提过所谓的二次鸦片战争这样的词哦。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讲，第一次尤其是我在看到作品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没有想过就是所谓的鸦片战争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哦。好，那
其实我们要讲述的话，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希望说，接下来这一个时段，或许说也可以让观众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边二位讲者，那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可以再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不是说你们单听我们这边讲解分享而已。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开放，就是现场的观众可以提问。我们很轻松的谈论哦，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要问的问题吗？好，就是想说有一个事情可以分享，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展出这个东南亚的艺术家的作品哦，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去思考？那我想从我自己包括策划亚洲艺术双年展的经验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自己以前就是美术系出身的嘛，那在过去的台湾的艺术教育里面呢，常常会有一个二元对立的状态，就是说你要嘛就是西洋美术史研究这些欧美的这些经典哦，那美术，不然就是台湾本土的，就好像一直有这种二元对立哦。可是其实我们都一直忘记，这世界不是只有这样啊，我们还有很多邻居啊，我们有泰国啊、缅甸啊、印度啊，哦等等这些周边的邻居啊。哦，但是在过去，我们的艺术界好像这只眼睛没有打开。还包括以前文化部这几年有南向有一点调整，但以前文化部的交流都是要往欧美去挤，就是要想办法要去欧美展出啊，要做的都是这些事情哦。所以我有很深的经历，就是说，比如说以前到纽约去驻村，或者到柏林去驻村，我常常就是在那才有机会认识东南亚艺术家。为什么我们要绕一大圈绕半个地球在纽约柏林巴黎这些地方才能认识东南艺术家，明明我们住那么近，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这种文化交流上的迷失，或者说我们想到国际想的就一定是欧美，这样就是好像缅甸艺术家、越南艺术家、泰国艺术家、辽国等等这些就不是国际的这种感觉，或者在我们的文化视野里面没有去注意过。可是事实上比如说我举菲律宾哦，菲律宾在18世纪的时候，菲律宾的浪漫主义就很强哦，就是当时的欧洲的很多的很重要的奖项是菲律宾获奖哦，就是德拉克洛瓦那个时期哦，所以很多东南亚的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去接触。那这几年因为有文化部有南向，然后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团体啊，或是画廊啊等等，大家开始去关注，然后才发觉那是一个我们哇以前居然完全没有接触的。那这并不是说啊，所以这样就要往东南亚或是这样，这不是选择题，就这是一个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参照点、参照对象多元转移的方式，就是我们会除了欧美，我们也可以看泰国，我们也可以看印度，我们也可以看更多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的参照点能够让它多元转移，这样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东南亚的当代艺术在今天反而你可以抓这几年在台湾开始比较被讨论，它背后也有一点这种补课的心理，我们过去失落太多了，我们对这一块太陌生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台湾这个角色其实是很特殊，因为我们有点三不管地带，就是我们也不被当作东亚，比如说日韩，我们也没有那么被当作中国，我们也不是东南亚，就是我们三不管地带哦。可是像我们之前在策亚洲艺术双年展的经验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也就是这种三不管地带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比如说当我们在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啊，我举的日治时期好了，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台湾可能是少数被日本殖民过的国家，但是不那么痛恨日本的。可是如果你去东南亚，你去新加坡，他们对日本殖民是很批判的，哦，所以如果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台湾有机会作为一个
比如说光讨论殖民好了，我们有机会作为一个 东亚的视角跟东南亚视角的交汇辩论，台湾是一个多元的刚好可以处理这种交汇状态的地方，所以这也变成是我们之前测亚洲艺术算染的策略。 那我觉得这两点是我觉得今天为什么东南亚对我们好像有点重要这样子， 这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想法。我也补充一下，社长是不是有想？我也补充一下，好，那嘉伟提到这样，我相信这个最近那个疫情啊，那我们现在拍卖，那很多艺术活动都关掉了。那当然，我们台北当的艺博会刚完，然后现在西岸跟那个零二也要11月下旬要开始，那很多人飞过去就开始隔离哈。现在回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这从2000年以来这20年来，这个中国的崛起之下，中国的当代艺术热当中。我觉得可能是到了一个分水岭。那现在从这次这个包括这个包括嘉德啦，包括这个永乐啦，这些几家的拍卖的，看起来我们感受到说现在的情况是啊，就是说好像西方对当代艺术热有一点打住了。那当然经典还是经典，他们还要保留到就是说很多或是这个拍卖公司的一些作家也好或什么，他一定要挺住这所谓的经典。我们看到曾梵志啦这几个来讲，那个这个周春芽啦什么还是挺住很高，但是一般在中间当中可能这部分来讲就很难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两个的出口就会在这里，如果今天曾梵志的价格跟西方的大师跟他们 Roof 在这来讲都已经我甚至更高的时候，那就开始思考我要不要去买西方的艺术家的大师，可能就会一个选择。那再来就是说像东南亚当中也是这样，我还是回到哈，就是刚刚那个字叫什么，赞比亚是吧？那个字因为我读到的资料，它是个就是一个僵尸这个行尸走肉的概念，所以他做了很多小玩偶。那小玩偶这个来讲，其实他这种东西是非常国际化。我们当时比如说很多年前这个 TED 美术馆在做一次那个艾薇薇的展览，就是他用的好像是40000颗的那个叫做是什么纸，那个叫做葵花纸，对不对？就是一堆像那个晒谷场一样。哦，这个来讲，他就用这种，就从这个本身来讲，用这个一个小的严肃的部分来讲，来呈现出他想达到这种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个 Anthony Gormley 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这 field 的这个领域当中，他用了40000个小泥人，然后他从那个好像是用广州做了很多泥人的方式来做。那我觉得现在的话，它有一个好像一个立体的一个小人的那个部分的作品，你再看一下哦，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那我相信可能是回到，也许是你那个很严肃的一个定义，但是我的解读是，它其实在反讽这个土地上造成这个土地当中的一个裹足不前，或是说那老百姓的聚集在这个维护当中，是有很多这个军方就是这个军人的领导的这种行尸走肉的概念。那其实它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缅甸、很东南亚，其实也很国际化。你看泰德这样来推行，你看就是说 Gormley 这样的概念来讲，我觉得这部分来讲是让人家觉得说，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艺术家来讲，他很好，他已经就是说他这样的身份之下，我们不敢是说站在一个所谓的异国情趣，我们就像嘉伟在策展的时候，你总是希望一种分配上是更有代表性、更全面性的时候，所以这个异国情趣的代表性他一直有的。那你看他展过的有多少个国家啊？就比如那泰国最熟悉了哈，比如说包括好像是还有这个有一个那个澳洲也有了哈，这个新加坡了或者什么的收藏的这来讲。然后很不容易的，就是说，听说现在那个威尼斯双年展2022年，它应该是一个榜上的名单，是很重要的主题馆当中。这个收藏家，我想这个策展呢，我想让嘉伟一定认识，叫做塞西利亚阿莱马尼，对不对？哦，那已经邀请这个到2022年来讲，它是威尼斯双年展。那当然这一点也让我们很羡慕了。台湾的艺术家这个来讲，就有时候会。很难有这样的机会。那他这样的身份又有缅甸又有东南亚的代表性，然后其实他就是一个国际人，其实他就是一个欧洲人，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他去呈现这样的异国情绪，这样的议会来讲，那我觉得就是说他更容易一点，更被看到。那尤其是这个策展人是一个住在纽约的意大利人，所以那我想永维兹在意大利做了8年的街头画家，跟这个关系上来讲，我想他是有很多的一些机会。我会谈这部分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收藏家在收藏作品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观念，就是一个就是对于艺术家的背景的了解，他可能就像读他专辑一样，读他作品一样，然后用一个阅读式的先了解他。然后再来就我们就会问你在哪里有多少个个展，
那有哪些的个展，有哪些联展，有哪些地方的收藏。好，那我看到在收藏室好像是新加坡美术馆，还有跟清迈的美术馆，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就说你还有类似像威尼斯啦，或是像泰德啦、MoMA啦，或是庞毕度这样的大型的展览。我想这时候在一个这种当代艺术家里面，希望找到一个 被肯定的一个学术的方向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想呢，2021年威尼斯的虽然延后了一年，那这也代表说这个角色是在被国际上是慢慢被看得到了哈。那这个来讲，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慢慢对他多一点关注，说不定可以迎接他看到的每一个步伐上的一个往上的一个崛起哈。我想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会变得很有趣的。好，这个我先补充一下这部分。这样，那这一组作品我也可以稍微再补充一下。刚刚除了社长讲的之外，其实这一组泥像啊，其实有上千只。那这一些呢，并不是少旺他一个人去完成的，而是他号召了许多许多的一些家庭的妇人啊，还有甚至是孩童，他们一起去把它捏塑完成的。那你会发现说，其实在这当中呢，每一个泥像的大小呢几乎都差不多，因为你会发现说，在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会去制造的东西都是你认为你可能带得走的。比如说像他们很多像这些缅甸的人，不管是是不是善邦的人，那其实他们其实在流亡的一个这个过程的这个道路上面的时候，其实他们缺乏的是一种安全感。然后在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里面往往是跟家人或者是跟自己可以光是只要可以生活有关的一些，比如说有的人就带一头羊、带一头猪或是一艘船，然后他跟他自己的家人，或是他只需要一张床，或是一个妇女他抱着自己的孩子。然后这每一尊泥像呢，都是只有我们的掌心的大小，就是你可以握得住的，是让你感受到感觉到一种平安的心的。那相对来讲，对照后面的图表是非常的一个强烈的对照哦，对比。那也要讲述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乍看因为看不清楚这个每一张图表上的这个内容哈，所以呢，其实这一张在亚太平洋三年展就是展出的这一件呢，其实是它目前制作最大规模的，就是大概有六米宽。其实呢，这已经不是第一张了，因为他在制作第一个图表的时候，他发现不够。就是他的画布太小了，只有一米，然后扩充到两米、三米、四米，至今到六米，他发现还是不够，所以呢，这个图表可能还会继续的绘制下去。那看得到上面的内容，当然是以善邦、以缅甸作为一个核心的国度，可是事实上，刚刚包括嘉维他们有提到的，其实这牵涉的面向是全世界的。不是只是任何一个国度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艺术家的创作作为一个切入点，但事实上我们要讲的东西是跨越这一个单一的国度而已的。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样的一些讲述下，会不会有任何想要问社长也好，或是问嘉维也好的一些，就大家可以真的是很轻松的。好，色彩的部分呢，其实我可以大概讲述一下哦。其实像现在色彩现场的创作中，当然刚刚有跟大家解释过那个光复的这一件作品，那是他们善邦的旗帜的色块。但是其实往往扫望他在多半的创作作品上面，他的色块色阶呢，他不一定有军事上面的一个象征意涵的。因为其实同时间像刚刚社长有提到的另外一个绘画的语言，其实扫望他之所以还是一个非常，就是除了你看他对于这种概念上面的陈述之外，其实他对于绘画本身他是有他的想法的，他是有非常多他的想法。比如说像我们通常对于色块式的创作会比较联想到单色绘画，它是属于比较剔除掉一些所谓的人的一个痕迹，它可能是非常工业感或者是非常冷调的一个创作。但是在扫望的作品里面，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色块是层层堆叠，而且你会发现它的手感、手工感是非常的强烈的。
那一方面他同时间他其实也有一小个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没有准备到那系列的资料哦，就是他也有一系列是就是单一色块的这个绘画的作品，那有时候贯穿根据展览的这个主题贯穿在展场中，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效果。那所以说你看像比如说像这一张画，其实大家可能会认为说主角也许是在他主妇迎宾的这一个部分，可是他却采用一个比较是像黑白的色系去呈现，可是旁边有一个巨大的亮巨亮的一个黄色色块非常抢夺我们的目光的。其实呢他做很多很大胆的这些构图的尝试，有的时候是他可能本身的构图是覆盖整个画面的，而后面去选择要去掩盖掉什么是哪一些部分。那有的部分当然它本身就设定了那个色块的那个 比重哦，但是刚刚回归到这次展览的主题 X 我们还会联想到一个是什么档案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在看美剧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开玩笑讲说 X 档案哦，但是所谓的这个档案的概念就是每一件作品本身它就是象征一个档案，它就是讲述一个事件，可是这个档本它是没有结束的，所以跟它的画面这样的比例呈现是有一个相呼应 的概念这样子。然后包括它一些用色，还有我们看到的在更右方就是右后方的那个像是画那个丛林，然后上面是有很强烈的文本的这个部分哦。其实刚刚讲到就是那11年间他的父亲在这个流亡的过程，其实他每天都有记载他的笔记，他有都有写笔记的这个习惯。那小旺会巧妙的去把一些文字去把它解出来，然后放在他的画面当中，让观者去做一个想象的部分。那在后面的话其实刚刚嘉伟也已经有提到了就是像那个冰龙会议啊，或者是说像我们在右后方看到的那一个府邸，其实也是他们当时的家，只是你可以看到跟我们刚刚在这个荧幕上面的呈现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艺术家他其实还往往会重复一些可能他过往绘制过的画面，但是呢每一次重新呈现都跟之前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也可以一体好几面来解读他的创作。那我觉得刚刚其实在这之前我们跟社长也有聊到这个绘画的部分，绘画技法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也蛮值得一提，因为刚刚社长也有简略的提到说其实第一眼乍看撒旺的作品的时候是并不喜欢的，那我们也希望社长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稍微再帮我们多补充一下，那是什么要素让社长重燃对这个艺术家的关注，然后进而发现说哦，他技法是他运用来去表达这个构图的，而不是说他的技法真的是拙劣的。感谢 Google 哈，那在来这个之前呢，也稍微求证一下。我们最简单的说，我们在看看这个色彩，对不对哈？其实这个色彩跟他国旗有他们的旗子有关，就好像上方的旗子或者是缅甸的国旗哈。那绿色好像是代表他们的很富庶啦，绿油油啦，这个他们的一些大自然的环境。那黄色好像那个稻浪的味道，还有包括就是他们的珠宝啦这些东西的哈，黄橙橙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然后红色他们把它解释是他们的热情，但也代表着他心理上的那一片没有办法遗忘的血腥的记忆。然后后面那个远远的东西其实是个月亮，对不对哈？那月亮这个跟也是跟国际也有点关系。那当然回到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常常在问。一个艺术家要不要去用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作品呢？但这个作品当中我现在想到的，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叫施心凌的一个艺术家，也做类似这样的一个画了很多毛泽东啊这些东西，然后包括比如说那个严培明最近也画了一些比如他妈妈的故事啊或者什么情况类似这样。但是我相信他们在画这些当中的时候，对一些政治人物来讲可能没有那种真正的那种就是说这个刻骨铭心的贴进来，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家仇
国恨，那个血泪的那个血迹 的经验、啊、那你在画别人，你在画，比如说你现在画啊，这个李登辉画蔡英文画什么来讲，你是在一种远距离的关键。那这个来讲，这个、死的是他叔叔，死的是他阿公，这个观念上是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常常在思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台湾的老画家，我们如果是谈陈澄波，我们现在要不要再回去谈说二二八的枪杀案？我坦白说，我自己是很不赞成，对不对？我觉得我常常告诉人家，现在要谈陈澄波，一定要跳脱到陈澄波的艺术、陈澄波的时代性之类的，而不是一直在谈说啊，他就因为在那个四七年啊，因为被什么被枪杀的问题啊。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艺术家来讲哦、啊，他现在就是这个，就把用一种陈旧的家族照片也好，或是说他爸爸留下来的很多笔记的一些小品啊，这些写作啦、啊、这些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期待，让他一个跟缅甸跟这个家国已经完全脱离了几十年的一个生命体，好像找到一个期待可以拉回去。那他现在就画着画着，那我觉得他是一个读哲学的人。那这个来讲，他也是一个国际上当中，他慢慢一定会有一些蜕变的轨迹出来。就是说，这个当中他可能从照片切下去，然后最后他现在是用一种当代的手法，也是用一个色块的处理，用这种一个拼贴的技巧，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病治的或什么情况，就是说用一个很明显的，而且是一个很赤裸裸、很直接，你看得到就是他一个病治的过程。但最后可能我觉得我的预测是说，他会慢慢蜕变，最后是这种那个形是会拿掉的。那这个路可能还很长，也包括说这个艺术家现在好像是不到五十岁，对不对？哦，那来讲他的路其实还有很多，我想是摸索，也是在创作，也是在什么？那他很好，就是说他已经抓到说对自己的关系、对社会的关系、对整个环境的关系这样一个基调下，他去走这个路比较不会迷失。那尤其有这种，我觉得那种血泪，我们真的在将心比心，就是说你再想一想看，一个人杀了你的家人，哦。那这个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这你要把它就是啊放下，你要啊要把它就是遗忘，或是要把它宽恕。那对别人来讲都很容易，但是对自己来讲，对不对？哦，这两天那个，比如说有一个那个学生的凶杀案，我真的将心比心说，这样的一个你的亲人在一个外面的地方突然告诉你说他已经死掉了之后，我想要去宽恕这种凶手都是很难的。那这种时代的血泪，然后经过了这个半个世纪以后，他。这个母体还在受苦受难，这个还讲，我想那种不可饶恕性是更强的。那我觉得我们真的会寄望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他能够继续勇敢的去呈现很多的史实，很多的拆穿，很多或是加以再把它升华处理过的东西。然后当然我们也期待说，一个好的艺术不是只有讲故事，不是只有用一个刻意的拙朴、刻意的什么情况以外，他一定要面临到自己在技巧上、在诗境上、在很多的东西来讲的话，他可能还要再升级。那也许我们现在早一点来讲，可能，哎，跟前对不对？现在价格也比较便宜一点哈，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再进步的空间，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艺术家是值得观察，他会在蜕变、在成长的。那这个也是我相信我们对他的一个期待，他绝对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薛礼在做他的展览当中，对不对哈？今年来讲是给我们一个 X， 丢了一个 X， 说因为他不确定性，因为他无根，因为他什么，我们可以充满想象，我们帮他想好，对不对？但是明年再来的时候，哎，你就要给我更多的答案哈。那我相信我们也很充满期待，好吧？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多一些期待，多一些观察。OK， 谢谢社长。那大家有问题要提问吗？哦，请说。我想要问那个雨潭人说，就是从刚刚的分享中感觉到，就是现在我们很难用国家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定义我们自己。那我们要如何在这种都没办法定义我们的地方，如何找到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同这件事情？想请分享，就是很适合嘉伟回答。那我。我觉得可以讲一下那个亚洲双年展的概念，因为那概念有一部分就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答案可能是也是很模糊啦，就是说我们那时候亚洲艺术双年展呢的题目叫做来自山与海的艺人，那艺人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想这个认同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说
它其实 原初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词，叫做稀人，稀有的稀、哦、那稀人其实是指古代的一个他们觉得远道来访的神明，然后面对这种远道来访的神明呢，你如果有适当的仪式款待他会给你带来礼物的。然后这样的信仰其实也在日本的这些部落啊这些文化里面影响很深，比如说当客人来的时候他会把主位让给客人、哦、然后还有我们如果看日本在诠释那个大概是1854年有一个黑船事件，就日本原本是锁国、哦、然后后来在1854年这个美军、哦、就是黑船事件就是要求日本开港这个事件，就这事件一般会被诠释成是这个殖民者的入侵，可是在日本当地他们却对这个事件是很正面看待，他们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呢就没有后来的明治维新、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再去想一下认同这个问题、哦、就是说当你认同的这个边界越稳固的时候你也相对越封闭，你就会把它看成是殖民者的入侵，或是这些远道来访的神明你就会拒他于门外，这种当你的认同越巩固的时候，可是在日本的西人这个概念里面就是这门是要敞开，甚至你是要把位置让给客人的，也就是这样这个文化它才能转动，它才能够有这些交流转动的可能，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在想认同这个概念的一个切入点，就是说它刚刚谈的就是当我们很强烈的你是哪一国，你是哪一国，或者是你是什么政治立场、哦、等等的这些各式各样认同，或是宗教的认同啊，不同的认同，当这些越巩固了，你也就越不会有改变，你就越不会有跟他人产生对话跟转动的可能，所以这个边界它是要被这样子去打破，可是人还是需要家呀，人不能这样孤魂野鬼这样就零认同嘛，就是总是需要家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就是既要开放但其实你又需要归属感的这个状态，但这归属感不是一成不变，它不是说100年都不会变，而是它是转动的，它是会不断改变的这样。对，那这是之前亚洲双年展的概念借鉴于这个日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对西人这个概念的想法，那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些认同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当这个政局这么复杂，其实这也是背后这些各式各样不同意识形态不开放的，他非常坚持的每一个既有的意识形态这种稳固状态，他没有对话可能的，所以这是刚就是大概这样回应了。还有其他问题吗？类学上，人类学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区块，不是有个特别名词叫 Zoomia 嘛？啊，那Zoomia 对，那请问一下，这个萨旺他画的今天当代他画的东西是怎么结合？我不晓得，我今天听到你。然后呢，就说它是跟今天东南亚当代的艺术有什么样关联性？还有呢，我看到你们的展出的这些东西都是他家族的历史照片。那我不懂，说因为他是缅甸的一个边，他是一个少数民族。那这个少数民族不是只有他们家，他们家是一个贵族。那我不懂的是，他们的平民百姓、农民，他都没有展现出来啊。如果他是对不对，我们的想法他表现的好像这个看起来只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对他家族昔日的光辉的一种缅怀啦，像这边画的那些军人我也不知道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方面我是真的有一些有一些迷惑，有一点不是很清楚，能不能解释一下？只插一句，因为他是那个民选的第一个总统，就那个部落在一起的民选第一种，如果他不是总统被杀了，因为包括翁山书记的爸爸也被杀了，然后其他里面来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屠杀是非常残酷的。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来看东南亚当代艺术今天的发展，它的走向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
场的画作，好像都是一些，当然是一些有历史性的珍贵的照片。他用现代的手法，比如说用这种不同的大区块，跟我们平常才看到画的那个历史的照片，是的确表现的手法是不一样。可是坦白说，我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其他，像刚才你特别提到了嘛，有这么多以昔日被在殖民时代被压迫的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的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很贴近现实社会的那些，他们的没有看到他们的对他们的一些照片，那个画作没看到。当代我们当时讲，一般来讲当代是讲 contemporary 嘛。孟静姐姐哈，我可以再请你喝咖啡，我可以帮你这方面再补强。那 before 在嘉伟谈之前哈，因为我还是想了解这个当代艺术，对，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只是这些用色块在它表现的这些。我可以就是大概我的想法哦，比如说赞米亚、中米亚这个概念哈，对。他为什么在今天被讨论，然后他跟沙旺的作品的关联，然后就是说中米亚这个概念，他其实他跟就是今天他变成显学啊，有一个原因是，其实今天如果我们以当代艺术来讲，人类学它有人类学的意义啦，那如果放在当代艺术，其实在当代艺术被讨论很多，是因为其实现在当代艺术也有蛮多思潮是在反思现代性的问题，就是这现代性的问题跟比如说国家体制也有关系啦，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些国家制度，然后这可能是跟过去殖民历史这样一路以来的这个历史的发展，所以中米亚呢，其实在人类学里面反而是有点正面看待的，就是他把它视为一种在现代性以外的另类的一种就是说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在他原本的那本书里面叫做不受统治的艺术，就是 Zomia 这本书其实它的标题叫做不受统治的艺术，那这个概念其实被很多人拿来参考，拿来反思说国家暴力啊、国家政权啊等等这种控制啊什么的这些问题，所以 Zomia 被讨论很多。那沙王呢，我要举沙王，一方面当然是这些复杂的背景就是因为中米亚这个区域嘛，可是我们说沙王是皇族，可是其实他所画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熟悉的题材，在国际上其实不是熟悉的题材，就是他其实背后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层这种把遗忘或是掩盖在背后的东西掀开来的这种动作，就它其实不只是在复制以前的照片，而是这些照片其实在不同的政权的洗脑或是抹除的状态下它是消失的，所以它透过它自己的行动让这些刻意被抹除的历史重新显现，我觉得它背后还有这一层意思，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是想把过去拿过来，而是这东西本来是被压抑或是被掩盖或是被洗脑的这些内容，对，大概是这样。他应该是1948到1958年当总统，然后1962年被杀，所以这段在缅甸历史上都还留下来。当然，就有人说那是虚伪严守了，但是因为那个用的是一个屠杀的途径，我讲这段历史是应该是他，而且那个善邦是很重要的，在当时，那特别是后来又发展是他又毒枭了这个行业来讲，我想更被这个指标性的在讨论，能够让美国出200万去缉凶的这样的，也不是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这样的机会，他的我觉得他的特殊性是有一些，哦，对，这样对来讲，我觉得
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不止他的画作，其实如果你看相关，只要讨论这些议题的，其实很多在缅甸是完全被禁。然后那被禁以外，连泰国可能也跟着禁。有一部电影好像是在拍他的姑姑的故事，那电影呢在缅甸跟泰国都被禁哦，因为他们就是说什么、啊、破坏族群和谐啊什么。我们现在能够在这很轻松的看，觉得很简单，可是其实你如果去想一下缅甸的处境，那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的这种感觉，那是一个被 censor 被管制的，对，所以对，因为 我在这边也要补充一下、哦、因为当然我们今天我先补充一下、哦、我先补充一下是说一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有讲说是从萨旺他的创作来谈东南亚历史，所以一定是会回归到他创作的这个脉络跟他个人的这个艺术家的这那，因为不可能有艺术家包山包海，就是什么都涵盖到，所以呢一定有别的创作者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做切入的，但只是因为今天在场那跟我们自己合作熟悉的创作者是这一位艺术家，那他的话因为也不是说他个人去谈这件事情就特别了不起嘛，因为你刚刚也讲到了，因为这个刚好是他家族的渊源，那也因为他从小刚刚简社长提到的这个身份认知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虽说他是善邦的，他是 虽说他是善族人，可是他没有生活在这个环境过，那他所得到的完全都是他祖父他家族遗留下来给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历史照片，这些历史故事，他用听的用什么的，他甚至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是属于后半段，也是他祖父逝世之后的这一段，那他从他个人的这些历史角度去拼凑一些，重点是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过去式，很多像刚刚嘉伟他们都提到了很多问题没有被得以解决，甚至是不能见光的，那他其实想要透过这个角度来去谈论他的母国他出生的国度的种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它可以延伸到世界各地，我们所有国家都有黑暗史，台湾也有我们不方便提的或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一面的历史，那也透过不同的不管人类学者也好，透过艺术家也好，用他们的语汇用他们的角度来切入，让我们更了解或是揭开一些面纱，例如像嘉伟他自己本身的创作中其实就已经不乏有这样子的议题了，所以就是说每一个艺术家的角度观点一定都不一样，所以不是说他不关心当地的农民，可是说实在如果这个创作者他今天去讲当地的农民，大家一定会反而会讽刺他，你都没有在这个地方生活过，你怎么知道在地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的处境困境到底是什么。我补充一句话，我想艺术的永恒性就在这里，这功能也在这里，他因为来讲就是说他一个艺术家他要把这个话语权抢回来，如果他在不发声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被死了这六年死了这个半世纪过的一个祖父的事件可能慢慢也被遗忘，然后这个再来就是说在缅甸当中他们的一种传声筒当中可能是军人的角度或是他们执政者的角度，那这个跟他来讲可能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一个角度，那他一定要把这个话语权掌握在手中，那透过这种啊或是这种私人的展览或是双年展国际的展览当中，这些会被做成一个记录，那这个记录是永恒的。我们现在回头去看黄土水那个美美的100岁的小女孩里面哈，那个黄土水1935年已经过世了，但是在2020年那个100岁的女孩子还是不会变老，还是永恒，还是微笑，还是漂亮。那我想这个就是回到我们艺术的永恒性，这个艺术家他能够要把握这一分是一个政治照片，透过他的转化，他为艺术留下一个见证。但是这个也是当中是一个整个他的家族也好，他的国家也好，或是他的情况来讲，他的整个社会的大爱，他希望找到一个话语权的出口。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的结论，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两位讲者，然后也谢谢各位来宾的莅临，谢谢，对，欢迎可以继续参观，有问题可以再跟同仁们询问，谢谢。